大家好，我是米库。烤红薯是我们很多人小时候温暖香甜的回忆吧。今天介绍一款不一样的烤红薯，豪华版。红薯面朝上的部分插出些小孔，上些蒜末，这步一定要做哦，绝对带给你意想不到的香味。放入烤箱约一小时左右，紫甘蓝少许，把它切丝，冲洗一下，洗净后捞出，用盐腌一下，控水。米库还喜欢加些酸酸甜甜的树莓干，加一小勺蛋黄酱拌开，牛油果切片，夹杂着蒜香的红薯烤好了，我们把它一切二，放上之前的紫甘蓝和树莓，米库还喜欢撒些芝士，然后微波炉加热至融化，放上新鲜的牛油果，我还放了些核桃，再撒了一小撮盐，甜甜的红薯，咸咸的芝士，又酸又甜的树莓干，营养的牛油果，脆脆的核桃和紫甘蓝，还有微微的蒜香，豪华版的烤红薯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是米库。我们下次见。